8月13日，小 S 在自己微博上上传两张自拍，并配文称：“今天不追剧了，决定来把这本看完。”照片中的她躺在床上，素颜出镜，与网友合影。她手捧书本，遮住半张脸，笑眼弯弯，调皮可爱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后面的大象陪你看，因为今天不更新啊，哈哈哈。”皮肤是真实的，很好啊。8月12日，小 S 发微博为丈夫 make 薛亚军庆生，还晒出两人合照，十分恩爱。小 S 在微博里写道：“我最爱的老公，永远爱你，生日快乐！因为你带给我正能量和无止境的鼓励。当我有一丝怀疑自己时，你总是能够给我200分的赞许。当然，有时候大清早叫我去健身房，我会闹脾气，可是结束后我都觉得还好。我老公是你，谢谢你总是肯定我，以我为荣。我不管是不是明星，但有个背后那么棒的男人，都让我很幸福。Love you forever。”小 S 还晒出了与丈夫的合照，大撒狗粮。照片中，小 S 穿一件吊带斑点裙，穿红色高跟鞋，老公则穿着一身黑色西装。小 S 与丈夫亲密热吻，两人虽然是已经结婚13年的老夫老妻，但是看起来激情依旧。